大家好，我是乐华娱乐的丁泽仁，今年18岁，在队伍里我担当主音还有说唱。平常我是一个活泼开朗、喜欢开玩笑的人，但是只要在舞蹈面前，我比任何人都要严肃认真，而且比任何人都要帅。那么接下来，DJ Justin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表演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多多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